当然回头看就讲，当时那两个老人家做工的啥物生意呢？啊，俺那天去蔬菜有单家业务哦，其实俺那个状态骨头是脱皮的哦。你讲某一个后生的铁路卡哦，黑带的心率嘛会降降安尼。哦，将来爸爸俺来西施这些中风了，俺妈妈又没讲过太脏哦。啊，啥物生意呢？又俺个生很衰嘛。所以讲有一个铁路啊，轨道卡，俺当然贵好啊。啊，轨道路卡不容易嘛，有俺自家想做的事情呐、啊、哦。俺想哎，其实俺的路卡注意那种条件没差，做某个样俺没发展了呢哦。嘛有俺的心目中想的另外一番的那土画土面呐、啊。哦，俺那给他带啊。圣菩萨，天上的神明，土地八公，土地粮食，开运千世，祈求诸公诸佛财商，还有他的子孙杨金苗，又会显应的管理人，给予创业点上同报告。我们上拜对上天的部分，处分已经有，费用也已经拿到。哎呀，给予要准备要先的好意来动通途。希望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天上的神明，土地八公，土地良心，开运现世，祈求诸公诸佛，而保佑我们堂下重建的过程地步一切顺利哦，将我们堂下重建哦，可以圆圆满满，顺利利的做上来，啊，恢复原来我们安江的堂下的规模，感谢。